你四处破坏公司标语，损害公司形象，我要向你的领导投诉你。经理，你就是他的领导。那我要向我的领导投诉你。你寂寞吗？寂寞扣绩效吗？男人吧，懂的。百花缭乱，群体要害。对不起，我拉晚了。小管，你会打呼吗？你这是助教。我是精英，无流量，无巨资，但无比好笑。一部全新的三无喜剧片，6月18日爆笑开播。销售怎么证明自己？单子。文案怎么证明自己？稿子。医生怎么证明自己？疯子。破事不怎么证明自己？嫂子，脑子。6月18日开播，马上约。